者钟志海台北报道。HOLD 助姐谢依霖今宣布要结婚，六年前她曾与男友分手，玩完两年感情，感情遭重创的她暴瘦10公斤，自此没有新恋情传出，自嘲长期休更，不料今就爆出婚讯，晒来 GREENLE 秒变新娘。三年前她曾被拍到与一位貌似男搞暧昧，但当时并未认爱，如今这时该帽子男就是他口中 GREEN 先生，两人从朋友变恋人，过去他曾亲眼抓包男友劈腿，这让他十分伤心，且男友时摸都不解释，如今总算摆脱渣男结婚，他说耕者有其田。三七五减租谢依霖资料照，记者陈奕全社。HOLD 主姐晒出结婚恩爱图，翻摄脸书